此漂亮。这个是当年开凿的时候也是费了很大的功夫呀，也是一个天险。展示，漂亮，这个把它这上面的云彩给两个。多漂亮，景色！然后看看我们这 Garden Gate 金门，这也是个金门，当年是拿马车来驮的，开的这个道，然后立个石头 ，Walking Horse。金门，我们给你说大拇指，大拇指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三鞠躬。所以我们要珍惜前人铺路，后人乘凉呀。我们要珍惜呀，要懂得去帮助其他人。这种岩层还不一样，开的岩层还是这种不一样。飞来一个鸟，呜呜，它是不是饿了？那啦，能听懂中国话吗？你好，谢谢，再见，马哈罗，格拉西斯，三
Thank you，谢谢。Thank you。翅膀也需要休息一下，累了，需要休息了。反复在磨嘴啊。东西呀，让你这么你好吗？你好。好不好？Okay. 给你照张相，想勾着外面的金色，勾下来。可以。呵呵。饿了，饿了，找东西。Hungry. If you hungry, no. 拉近一点，拉近一点。我是这儿性质比较老，要不然。
挺便宜的，便宜没关系，你放低一点。来，我给你拍一张。哎，怎么这样？趁他没有飞。哎呦，我天哪，准备飞了这货！谢谢。你看一下，我想要后面的光的。哎，对，就是那边那个景。我想要的，想要那种金光的。对，景比较重要，打光的。你觉得太饿了？他饿，他刚才叨草籽了。我有面包，但是我不敢喂啊，是不是？看年龄了。他刚才叨草籽了，在草丛里叨草了。树不一样，这是笋。他们说 corn， 我不知道 corn 是啥。那是 crown。crown 啊 ，crown。raven 是什么？crown。那个我问他们，这美国很多这个。我说这是什么？他说。Green， 嗯，可能是 Green， 嗯，庄先生啊，你好，我姓周，姓周，你是？我是咱们旅行，我是现在是旅行，啊，旅行已经走了美国46个州了，啊，46个州了，中国走了大半个中国，然后美国想就是正好有这个机会可以多走走，你可以拍一张照片，可以。这一段时间我是在德州，不是学一个英文班嘛，我学完以后我想有多月的时间，就是旅行一下，然后就是边工作边学习边旅行，想把这个结合起来。现在想把那个 YouTube 做一下，如果 YouTube 能够做成，到时候不是可以边旅行也可以赚到钱，就是，然后如果是现阶段不行的话，就是回到旧金山，我在旧金山湾区待了4年场，在那边开物。啊，你是自己开啊？自己开的当 driver 是吧？啊，那挺好。开 Uber， 然后也有自己的时间嘛，也有自己的闲暇时间嘛。闲暇时间，然后自己可以控制时间，自己可以休息。像加州也有很多景点可以转，而且阿拉斯加我还没有去，我有时间我可以去阿拉斯加看一下极光。到冬天的时候看一下极光，那是阿拉斯加放到最后一个州了，50个州，50州把美国州转满。我有一天也能达成这个成就。嗯，这他是每个人他是兴趣不一样的，我是兴趣是在那大学、图书馆，还有一些我感兴趣的景点，就是转一下。你像那哈佛大学、麻省理工，像那个杜兰大学，像加州的伯克利，像那斯坦福。我喜欢去那些地方，或者说是苹果公司，或者是 Facebook， 或者那些地方，或者是 YouTube 总部，我喜欢这些。我得赶路了，祝您旅途顺利，好吧？好，谢谢，很高兴，拜拜，再见。